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. 近日俄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有关瓦格纳领导普里格任等人坠机身亡表示哀悼。二十三号人死亡，而这距离普里格任叛变莫斯科最高军事领导层的行动整整两个月。 一些观察家认为，普里格任是对俄罗斯总统普京长期统治的最大威胁。坠机事故是一场悲剧，尽管莫斯科已对此展开调查，但调查人员仍守口如瓶，因为有关可能是谋杀的猜测越来越多。嗯 1795 написано на крыльях. Это крылья, думаешь? Вон там, движок. Вот тебя.